大家好，今天马上过圣诞节了，一家人大大小小八个人，两部车，一条狗，我们来到了。狗在哪里？三代人。This Valley， 我们到 This Valley 啊 ，OK， 拍一些好看的片段给大家。那个今天第一站我们去哪里 ？Zabriskie Point。去打个卡，今天。耶 ！Let's go。今天坐车怎么样 ，Angie？ Boring. But it's still pretty fun. Pretty fun. 你不觉得很 exciting 的吗 ？Yeah, yeah. Hello, my friend Ria. Yeah,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Oh, you talk to Ria. Yeah. 你说这个圣诞假期为什么要选择死亡谷？这么一个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这么不吉利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每次经过拉斯维加斯，我们都没有进来过。家里面的大学生选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进来看一下，但是进来之后发现里面确实挺美的，地质地貌非常的特别，很特别哈，非常的特别。嗯，你小心点，走走啊，走里面。好，我们现在走一个，有一个小路，小心一点，安吉。小心。这上面能够看到更漂亮的风景，上面那里是那个观景台，那里是观景台。怎么了？哦，怕姐姐着凉吗？小酷的。出门的时候就是过来想要拍这边的这个日落，这个点是拍日出日落最好的地方，叫 Zabriskie Viewpoint。 但是一路上呢很多云，我们觉得今天有可能拍不到了，但是老天爷很给面子，我们刚来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拍了一些日落的景象。大家也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话不多说，上一组照片。好，今天这个落日大家满意吗？满意，太漂亮了，非常漂亮啊，太美了，好壮观，意想不到的美。震惊！现在我们去我们住的地方。好 ，OK。找我们的民宿去。明天继续，明天我们再回来，其他的景点。A few moments later. OK， 我们现在马上要吃饭了。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大家今天晚上都准备好你们自己的手机，我们录一下，看今天晚上整个吃饭的过程，这个婆婆有多少次阻止公公你别吃了，好不好？好，你们都准备好自己的 camera， 好不好？好，我们猜一下有多少次。喝酒算不算？喝酒也算吧。也算了，不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吃了，八次。好，The next day.
say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i.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eautiful day. 大家早上好，今天第二天，我们早上来到了这个叫回到 Death Valley 这边，第一站是 Golden Canyon Trail， 1.5 miles 的一个 trail。大家看我后面这个，看上去还不错，非常特别的地质地貌，我们进去看一下。出来以前，我给大家布置了这个任务，每个人讲一句关于这个 Death Valley 的知识点。那今天从我开始说一下 Death Valley 的由来。1840几年，有一批淘金者想要穿过这个 Death Valley 去加州那边淘金，结果有的人死在了这个峡谷里面。那走出来的人呢，对这个峡谷说 Goodbye。This valley，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被当时的人叫成 Death Valley， 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Valley 是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里面最热最干旱的一个国家公园。有多热呢？它最热的时候可以到摄氏56.7度。摄氏56.7度是什么概念？就是会热死人，所以才叫 Death Valley 嘛。死亡谷是全美国本土48个州里面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地大物博。哎，切！死亡谷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Oh my god！ 啊！世界。OK，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叫恶水盆地，是说这个地方是应该是北美吧，海拔最低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sea level 在哪里。OK， 这边是停车场，但是我们真正的海平线呢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低于海平线80几米这个位置。下去看一下。爸爸，爸爸，爸爸。Yes。这是什么吗？是什么？这是 salt， 这看起来像 ice。你知道这是 salt 吗？哦、oh, ，Yeah。是 sea level， we're under sea level， so。How deep？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走这个地上呢，都是一层盐。这个白白的看得出来，这个结晶体就是形成的盐。我们现在在恶水盆地，这里是西半球的第二个最低点，它低于海平面86米。那第一个在哪？可以可以，你要跳起来啊！Oh my！ 撞死我了！
OK， 接下来 Ryan 给我们普及一下死亡谷的知识。整个死亡谷的形成是在17亿年的时间里面才形成一个这样的地形地貌的，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名字英文名叫 Bad Water Basin， 中文就叫恶水盆地，但中国的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这里没有刁民啊。这么温柔的地方。对，为什么叫 Bad Water 呢？有一个故事，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经过这里，他带着他的那个牲口，那牲口想喝水，看到这里刚好有一滩水，他要喝的时候，他牲口喝下去一下就吐出来，因为这个水是很咸的嘛，所以说就把这个地方叫 Bad Water。 应该是这样子的，我那个脚不对，不应该是右脚，应该左脚这样。这造什么脚错了？OK， 老婆你觉得怎么样？真没想到这死亡谷还这么漂亮。对哈，名字这么吓人，风景这么美、啊、从来没想过要来这里玩，如果不是他们说、真的没想到这么漂亮，完全颠覆我的那个审美观。这个气候也特别好，我们今天来的时候60几度哈，白天、对，不冷不热的，夏天根本没办法来。对，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好。下一站我们去那个 Artist Plate，艺术家的调色板，看看能不能像昨天一样拍到很美的夕阳。我们现在到了 Artist Plate， 这天然矿石的那个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哈。现在的光线很漂亮，安吉。Are you doing a video? Yes. 好了，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本期的死亡谷之旅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点赞加订阅。明天我们将去到 Vegas 去看张惠妹的演唱会，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期视频。今天到这里结束了，拜拜。